呀？谁还骑上小电动了？骑电动怎的了？也没啥别的意思，意思就是，反正现在奥迪也开上了，华也抽上了，以前你没有的吧，现在我都有了，给你展示一下。我这哥们儿，你自己过好自己知道得了呗，你非跟我比啥呀？啊，就想跟你比。不，你要真跟我比的话，兄弟，我有一样东西你真没有。啥？你从那边。你是我的情人。过来，亲我一口。这边，亲嘴来。喜不喜欢我这小电动？喜欢。愿不愿意坐？坐。坐。这玩意儿你有吗，兄弟？啊？老跟我比什么呀？老跟我比比比的。刚才那是谁啊？哎，我一个发小，我跟精神病似的，从小到大啥都得跟我比。今天碰着我了啊！看我骑个电动车，哎呦，这顿跟我逼一次，我的妈呀，显摆完了给他。我这不寻思让你帮我气他呢吗？我让他看看我女朋友到底多漂亮。哎，真的，你都不知道她多烦人啊！打小就好跟我争，这争那争，上学喜欢一个女生也跟我争，后来我处上了，她没处上，给他们气完了。说啥？李小花，啥女生处上了？谁处了？什么？你跟谁处上了？你发现没？我今天换新电动车了。你又骑了谁家的电动车呀？咱家的呀，我挑了好久才入手的，你不错吧？爱玛的，安全有保障，隔夜充电也不怕，平时通勤短途游玩也没问题，不堵车还省油，多适合咱呀，喜欢不？喜欢，还是大牌子，电动续航可以啊，不错啊，这新电动车得好几千，你偷的？什么玩意儿偷？你不用好几千，好东西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冲40万粉丝，给大家个惊喜，抢先找官方锁定了2000台全新爱玛电动车库存，让大家换上新电动车，不用转发分享，也不用拉人，填个收货地址就有机会收到一辆全新的电动车。这些电动车我都打包放在评论区置顶链接了，链接在就还有库存，想要的赶紧点链接去抢吧，试试自己的手气。好，那我去评论区试试。行，回家试吧。回啥家呀？跟谁处了呀？这事给我交代明白。你怎么没完了呢？什么叫我没完了？你是不是心里有鬼不敢说呀？该老实交代。我什么？我那是忘了，我不是心里有鬼啊，我是忘了。处没处上啊？处上了。那行，我问你两个问题。啊。第一次约会在哪？这学校操场呗，不都学生吗？那时候。校园恋情。啊。第一次亲嘴在哪？忘了的。好想，今天想不到，别走了。哎，就是也搁操场。也。啊，第一次约会就亲嘴啊，亮花。不是第一次约会亲嘴，亲完处上的。先亲啊。不是。哎，你这玩不起不问完回家吗？